但是我们心里充满太阳。那希望大家的话能健康快乐，那今天有一个愉快的早上，谢谢。我们要让社会一起来关心我们周遭的事物。今天是一个入门的活动，那也借助这个活动啊，让我们这个社会啊更加温馨，更加的温暖。都希望所有的这些家庭都能够得到最起码的经济安全的保障，让每个家庭都可以过得比较好的日子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那我这一次可以当公益大使是我的荣幸。最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可以跟糖宝宝们大家一起做很多很多的活动，那我希望呢大家呢都可以帮他们加油打气。伸展开来，宝宝的独立自主之路非常的漫长，我们需要您的爱心，在就业的路上推他们一把。